哎，你们家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？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。Lucky 第一年幼儿园上的天数不超过20次，第一天，然后姥姥也哭了，妈妈也哭了，我们全家人都哭了，连续到第四天以后，他仍然就是像杀猪一样，我们在下面就觉得啊，心里好难受，就这样可以吗？但是后来呢，他上到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认真的问他，你可以不去，但是你告诉我你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不想要在学校睡觉，原来是午觉他不想睡，老师就会必须让你睡。要不然老师也没法休息嘛，就对吧？就他就是很害怕这个。